长，理事、监察人、各位会员，大家午安。财务这边报告今年度的受资情形跟我们的那个资产负债表情形。原本这个我们这一本手册里面啊，它是只有提供第四季的部分。那后来又再补充，就是今年度的部分。那我们请大家看第五页，就是现在提供另外一张的那个部分。去年度的现金余额是1380，本年度的增加是368790，减少363983，所以今年度目前的余额是6187。银行存款去年度的余额是68204。本期增加188363，今年度减少140000，余额是116567。存储保证金今年度没有增减情形，所以它的余额是1000，总资产的余额是123754。那贷方的部分的话，应付账款去年度的余额是2471，今年度增加2471，还掉之后就是余额是零。本期余着我们今年收入跟支出的部分的盈余是55641，所以整个负债的部分，它资产资本跟负债的总盈余是123754。那本期收支的盈余是55641。那我们看第六页。会员收入今年度增加一个人，所以是有300。年会收入，我们总共会员有56个人，收入是56,000。捐款收入，电脑硬体设备18600。捐款收入，会址修缮零，修缮费1365。那这个1365的话，它的花费是在于我们会址上面的那个铁卷门更换电池。捐款收入，教材制作推广的收入是105150。劳务费就是外师教材制作费76,000。捐款收入一般捐款8,200。捐款收入指定捐款40540。指定捐款这个40540就是指定捐款 up with people 的部分。杂项购置9473。那二月份的那个1173是我们购置录音软体。11月份的8300是我们购置电脑软体。水电费9,386，油电费33,736，文具印刷1,421，杂费41,881。那386是我们用在我们活动费的一些茶水费。40540就是我们指定捐款的 up with people 的支出。955是我们有申请一个卫视的那个绘制网址申请的那个服务费955。那今年度的利息收入是113，总合计我们的那个收入跟支出的部分总合计是55,641，所以就是刚好可以跟前面我们刚好第五页的部分那个55641是可以平衡，是对应到的。那以上是财务这边有关于今年度的报告，谢谢。